好，大家好。那今天我来讲一下哈，就是刚有人问说这个 Pico Gain 上面的萤幕怎么拆？好，因为当初我们设计的话，其实是设计成可以拆的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设计可以拆？就是说，你看我的萤幕其实有蛮多种的哈，就是说像这一片是红色的嘛，红色底板，然后这个呢是黑色底板，然后呢。这一个呢是有触控萤幕，然后再加后面有 micro SD 卡的，好，所以有触控的话，其实上面还有一个触控的一个面板吧，会比较厚，这个比较厚。那你要怎么拆呢？其实就是你这样拿起来看哈，然后呢，你把萤幕上面这样抓好，哦，上下抓好，然后呢，你靠右边这一边，它其实有14根排pin，你就上下这样。稍微摇一下哦，你看，发现这样摇，哎，其实它就起来了。那要发现，好，然后这一个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哈，就是大卡的，所以大卡是说大的 SD 卡。好，那这个我后来就没有用了，因为它这个会凸出来。好，那像现在我就把另外一颗萤幕，你看啊，我已经装上去了，那我一样上下抓住，然后稍微，好，我这边。稍微摇一下，好，简单哦，摇一下，好，其他就起来。那、啊、你要抓这一边，好，然后你要小心是说你 pin 不要把它折弯了哈。其实它这边有14根 pin， 然后另外一边呢有4根，哦，所以你会发现我已经把另外我们现在量产版的这个萤幕拆下来，然后这边是有 SD 卡的，好，那你要怎么装呢？哦，像现在我要把它装到这一片上面。好，就是拿起来，然后呢，你要看哈，它孔位是这边有四个，这边有14个，好，这两排，所以呢，你装最好是建议是你看好几个，我先对好这边，好，这边小小这边，稍微对准，然后呢，你如果脚位没有错，其实理论上你看它都可以合上去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你上下压下去，然后这边再压下去，好，这样就装好了。哦，所以它其实是可以拆的，哦，所以如果说你自行要换，像这种有触控的萤幕，你可以自己换，哦，所以当初设计其实就是一个扩充的底板，然后上面再加一个萤幕可以拆卸的，哦，这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明，好，谢谢。